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二手房，但是这套房子呢，因为它地理位置相当的棒，学区也是我们 Wake Dream 顶级的这个学区，所以呢，想带大家来看一看这套房子。那这套房子呢，是一个四房三卫的这个户型，建于2001年，离 H Mart 相当相当的近。好，我们先来看看小区的环境。Life in North Carolina is a personal YouTube channel to show the beauty of North Carolina and her daily life in North Carolina. In this channel, you will find the city's natural beauty, the shopping, traveling, the real estate investment, and a lot more in North Carolina. Go to YouTube and check this out. 这就是这套房子所在的这条路上面，非常的安静。小区里面的房子呢，基本上都是正面贴砖的，所以看着呢还是相当不错的。好，这就是这套房子了。我们先来看看外面啊，它的占地非常的大，总的地块面积是0.24个 acre。前面这条 driveway 也很长，这样的话呢，它前面就可以停很多辆车。这个年代的房子，它的绿化相对就好很多，前院比较宽敞，所以后院呢相对来说是不是很大的。这块地势很高，左手边的这个邻居呢是相对要低一些地势。因为它地势比较高嘛，比对面，所以它这个前院的草坪呢是有点往下倾斜的，有点坡度。这边的车库门大开着，我们来看一下车库的情况。车库的墙也刷了涂料，热水器也是新的。我们进到房子里面去看一看，看它前面有一个小小的这种门廊。好，那我们进来看一看啊，它这个进门的地方呢是 two story， 层高很高。看着还是空间感还是蛮舒适的。那右手边呢，就是一个我把它叫做 flex room。那么左手边呢是一个正餐厅。那么这个餐厅的地方呢，它是可以直接通到这边的。客厅、厨房的位置。这里呢是一个paddle room， 就是不带淋浴的。这里呢是一个进来挂衣服的地方。它这个一楼呢有一个专门的 office， 那 office 呢是对着后面后院的，但是因为它的这个窗啊几乎就直接是落地的，所以呢整体来说它这个 office 的采光还是不错的。它这个房子层高也有9个 feet，在这个年限的话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了，有很多只有8个 feet 那种就比较压抑看上去。那这边是楼梯上二楼的，我们等一下上二楼去看。这里呢是客厅，我最喜欢它这个房子就是你进来的地方是 two story， 然后这个客厅也是一个 two story， 上下两排6扇大大的窗，那几乎等于占到这堵墙的2/3面积，采光很好的，很亮的。那这边呢一个壁炉，这里呢就是厨房的区域。这边呢是铺的地砖哈，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后院，白色的，它马上要换成那种不锈钢的，重新会换。那门后面是一个 pantry， 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车库。再来看一遍，从这个角度，楼梯下面是一个储藏室，可以放不少东西。这个地毯它都是新铺的。
好，我们上二楼看看。这里呢是主人房的，对着后院。你看看这个主卫，这些呢都是他原来原始的，没有换过地砖啊什么的，都是原来原始的，包括这个淋浴房浴缸，但是还比较干净。这里呢是一个坐便器的位置，一个 linen closet， 步入式的衣帽间。这个年限的衣帽间呢能够做到这样大算不错了的。好，这个是洗衣房。这个房子呢它里面一栋的家电全部都搬走了，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小房间。好，那这个二楼呢因为这边是挑空的，所以它等于说有这样的一个走廊。这个地方呢也是挑空嘛，刚才入户的地方。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两个小房间。那这个房间呢是对着小区的道路的。跟刚才那个房间面积大小差的不多。衣柜式的衣帽间，不是步入式的啊。这是这三个小房间共用的卫生间。好，那最后一个小房间呢是对着后院的。其实它这几个小房间面积大小都差的不太多的。那门后面也是这样的一个衣帽间啊。这个房子的户型结构呢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好，那这套房子结构呢就给大家拍摄完毕了。这套房子它最大的卖点就是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和这个好学区。房子本身的话，因为这个年限的房子嘛，也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地方，而且里面也没有做过太大的更新。不过呢，涂料重新刷了一下，地毯也重新换了一下，你从投资出租的角度上来说呢，这其实已经也可以了。另外它会把整个的微波炉啊、洗碗机还有炉灶给换掉，这个换成不锈钢的之后呢，会比较大的提升它整个房子内部的感觉，还会好一些。还有一点呢，就是它这个房子本身像这个区域的话，这么大面积的房子不是太多，大多数都是那种比较小小的呀，还有甚至有九几年的这种房子。它2000年的这个房子呢已经算是比较新的了。这个房子最大的优点就在于这两个地块呢相对也大一点。那目前它的这个房子的报价呢是49.5万，HOA 费用是50几块钱一个月，房产税呢是0.98%。那如果你说从自住的角度上来说呢，你就是买它的地段和学区。那从投资角度上来说呢，你以后就是考虑它的一个保值率，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它出租的话呢，租客啊对这个学区也是需求非常的大的。好，那今天这个房子呢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欢迎点赞分享按小铃铛，我们下一期再见。